花西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新北市的三甲一间人家厝，半暝两点外火烧厝，死伤惨重。厝边讲，伊当时拄啊好要来出门，先听到爆炸声，马上就看到火烟窜出来，赶紧来报警。一百外消防员赶到现场抢救，虽然伫个短时间内就来控制着火势，但是这家口啊总共七个人，有三个人不幸来死亡，死者是厝主。厝主的大侄仔甲第二个后生，另外四个嘛是受到重伤，有生命危险。消防局初步来调查，这个厝主的丈人顶礼拜来过身，冷肠就设立因家的客厅，因为逃生的出入口拢爱经过客厅，无排除是根本都无路他来逃生。这个火烧厝的原因是冷肠的垃圾引发着大火，也就是烟灯线的电线烧破电，爱阁调查。警察到火灾现场，出来已经拢是浓烟，火嘛烧甲真猛，赶紧冲入去救人。警消在黑暗当中搜救人命，开起火车的人嘛陆续被救出来。囡仔倒伫两桥仔顶，已经无喘气，送去病院急救了后，还是无命。厝边讲，厝主的丈人爸顶礼拜拄过身，因家有些简单的灵动。警消发现，规家火仔车的人拢伫房间，包括厝主、厝主的后生查某囝拢过身，厝主的太太佮有大汉后生含无辜，看护拢受重伤。因为他有一个临时的灵堂，左手边有布幕，那这些布幕完全燃烧，包括天花板。两点多，第一通报案是四楼的住户。他说有听到爆炸声，这个大概是完全燃烧，达到两三百度以后，这玻璃整个炸开。虽然到底客厅的警报器有正常运作，不过因为前后门拢经过客厅，造成大火根本无法度逃生。加上中风拢是帮助火势擦隔板，佮有塑胶板，火势完全无法度收煞。到底是点蜡烛，或者是烧拍电，要等来调查。